Hi, welcome to Learn Mandarin with Leona.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词语是把当成把当成把当成。例如他把他错当成记者了。他把他错当成记者了，他把他错当成记者了。我把盐当成糖了，我把盐当成糖了，我把盐当成糖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们下次再见。